最神秘也最强大的组织，近年来却成为江湖中血雨腥风的根源。青龙会残暴不仁，滥杀无辜，武林中人人自危。江湖总有属于强者的传说。20年前，少年公子羽白衣仗剑，几乎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，独闯青龙会，剑斩方荣香，火烧朝天宫，结束了武林多年的动荡，亦成就了他武林第一人的侠名。如日方中之时，他却飘然远影，从此成为不可超越的江湖传说。然而江湖中从没有永恒的安宁，一场更大的风雨即将来袭。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。千山看斜阳，是什么？他说我名字是药发，我的手术。
先醉，你再喝。老板啊，你真是美人啊！哎呦，喝口茶不？不说话，你可以做老客老脸的，我的还真是美人。蹊跷，我也这么觉着，我就是想骗。要去哪里？客官要去哪里？这竹林内杀气好重，怕是血衣楼有埋伏。今天可真是热闹啊！毒娘子，这可惹不起啊！快走吧，这里若是让人过去了，哼，你们知道有什么后果。是。交给你了，我去拿下水仙。
总算让我找到你了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少侠，救命啊！这里像是大战过一场。弟兄们，快拦住他！屋顶狭小，不如去院中一斗。见到孟怀楚，少侠留步。
看来往上走就是后山。是谁？还不想死，谁出来？别装神弄鬼的。弟兄们，让八荒弟子见识见识咱们影堂的手段。是。
施主请留步。我佛慈悲。躲避敌人怒招。孟家冤魂，真可怜，你的命还不如一张图谱。岳玲珑，你夺我图谱，杀我门人，今日我竟将你碎尸万段！我好怕啊！哎我
做鬼也不放。放心，图仆，我会替你好好保管的。好毒辣的手段！什么人？想微剑，你是叶南飞？正是在下。拿出来吧，图谱，你到阎王殿来拿吧。宁愿死，也不交出图谱吗？少侠，请来殿前一叙。何处天涯有蔷薇，在下燕南飞，燕子的燕，不是孤雁的雁。你且听好，天上白玉京，十二楼五城，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
虚影绝非妖法，乃真武独门内家真力修成。善之与恶相去若何，人之所谓不可不畏。教训你不过举手之劳，何须双剑出鞘？乾通乘风起，太极玄虚若镜清。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复。非真武，不足以当之。孝道人被我罚在丹房看炉，你去那儿找他吧。玄冥何足化真武，以天为末，地为枢。我给你取个绰号吧。
人都穿着他自己的故事。你们莫要欺人太甚，以为真武无人看见。卑鄙的手法，你究竟布的什么邪阵？小子，技不如人，还敢猖狂？林师弟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出手伤人？我家主人乃是青龙会旗下白云观主少谷子。久闻真武剑派太极三清剑名震江湖，特来拜山。青龙会，你们才在九华犯下血案，竟敢上我真武山来放肆。九华归九华，真武归真武，我家主人敬仰张真人的胸襟与武功，特来讨教。怎么不敢吗？哼，让我先来领教领教白云观剑法。主人阵法玄妙，刀剑无眼，道友小心了，布阵。小心，这妖女的阵法颇为邪门。花样。
错不错，真武剑法果然玄妙。主人太抬举他们了，我看这剑法也没什么了不起嘛。哪里的话，真武高手如云，看这不又来了一个吗？师兄，这些人是新门会的，说是要拜山。啊，林师弟，你先是害我没了酒喝，又抛下我独自与美人亲近，未免太不仗义。呸，谁要和那妖女亲近？奴家是正正经经的女道士，道友口口声声叫我妖女，好生无礼。妖者，妖娆多姿也。我师弟是在夸奖师姐的美貌，美人道友可别生气呀。阁下可是张真人的高足喜，特来真武求见张真人。陈观主好，在下可引观主往客舍登记，知客弟子自会安排。观主运气不错啊，最近来拜见家师的朋友不多，一般也就等上三五个月。哼，无妨，我们可以的。那好，请二位道友随我来吧。师弟，你先去找玉儿疗伤。时皆是火，万缘既处其生真。明月照何处，天涯有蔷薇。明月照何处，天涯有蔷薇。在下的剑，但凡遇见恶人，便会花魂绽放。有朋友云，武功之道，若是闭门造车，拘泥于门户，必定越练越差。哦，这种说法很新鲜。朋友还说，以张梦白的天赋与胸襟，若能放开怀抱，海纳百川，真武一派将来必是武林之牛耳。哦，是吗？善者不变，变者不善，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掌门常说，真武之道并不在于剑招或是剑谱，若能俯察云海之变幻，仰观天地之造化，则这寻常小童都能熟背的五千言道德经，才是我真武至高无上的心法窍要。天地造化，天涯有蔷薇而不争。哼，好一个张梦白。燕大侠难道有所感悟？我追寻心剑多年，今日终是不虚此行，谢谢你带我来看这么美的景色。
这里就是山海楼了，去找天虹师兄借几本剑谱吧。贼人休走！师兄，不要管我，拦下贼人，他偷了秘籍。好，小贼看剑。角落捡到这个剑穗，应是贼人遗落之物。你有什么发现？丢了一本剑谱，其中所记乃是三清剑招。什么人竟敢趁开元之际偷入剑阁？难道又是青龙会之人？不好说。你拿着贼人的剑穗去见阴云子师叔，请他安排增援人手。我这就去。善之与恶，相去若何？人之所谓不可不畏。教训你不过举手之劳，何须双剑？从上清道场经隐仙道去长生楼，沿路巡视，谁敢造势，绝不轻饶。听说真武剑派有什么杀意气，天地不仁，名号挺大，我看也没什么厉害的。这里怎么突然有贼人出现？好生奇怪。黄毛小子，竟敢口出狂言，今日便叫你见识见识。阴云子师叔，本想晚几天再传你此计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拿这群崽子练手了。你看仔细了，这一招叫天地不仁。好一个天地不仁，师叔真厉害。先别顾着舔嘴，快去演练一番，让那几个毛贼见识见识真武剑派的真本事。No!
小的本门乌烟瘴气，真是可恶。时间，道德经什么的实在是太难懂了。